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，矿泉水敷脸可以补水吗？能天天敷吗？这个问题。矿泉水敷脸可以补水，能够天天敷。矿泉水含有矿物质、偏硅酸性等护肤成分，具有补水、美白、淡斑、促进胶原蛋白再生等作用。矿泉水是可以被食用的，用它来敷脸是没有安全问题的，而且对于处于过敏中的皮肤有镇静舒缓的作用。皮肤过敏时可以将矿泉水冰一下，用化妆棉敷于面部，有缓解皮肤过敏的功效。所以矿泉水敷脸可以补水，能够天天敷。